埃及安全部队开罗的解放广场和抗议者发生冲突，继续试图驱散要求军事委员会当政者落台的民众。警方和军队星期二上周突袭了解放广场，试图驱赶位于首都中心地区的抗议者。在抗议前总统穆巴拉克期间，解放广场是活动的核心，抗议者和安全部队互相向对方投掷石块。冲突进入了第五日之后，警方开枪试图驱散示威者。自从星期五以来，最少有12人被杀，超过500人受伤。埃及军方领袖为使用武力辩护说，抗议者一直向军人挑衅，还破坏政府财产。抗议者要求军方统治者立即落台，并且将权力移交给民人政府。他们指责军事委员会操控国家的过渡进程，以达到永久掌权的目的。